主要是没什么硬菜啊，一些真菌，胆脂瘤没有，牛肉干没有啊，希望周四能有。真菌的情况非常多见啊，这一例呢是一个有鼓膜穿孔的病例啊，之前说过几个，在这种鼓膜穿孔的情况下啊，同期很容易出现真菌感染。有原发的真菌，也有说是从中耳里流出了脓液堆积到外耳道继发的这种，各种各样都有吧。那么处理其实原则还是一样的啊，把这个真菌清理掉。这个唯一有一点，就这种中耳穿孔的病例啊，不太适合用双氧水去清洗，因为这样的话。有把这个真菌带入到中耳的这种可能啊，虽然说我没有见过啊，我没有亲自见过这个中耳里长毛了，这个还挺有意思的。按道理来讲，中耳应该比外耳道更容易长毛，就是这种穿孔的时候啊，非穿孔是另外一回事啊。按道理来说，应该是中耳比外耳道更容易，但实际上。这么多年，我看下来呢，还没有见到过一例啊，这个在穿孔的这种中耳里出现了这种有毛的这种情况啊。可能跟中耳自己单独的这个免疫状态啊，或者是生理特点有关吧。这个还真不好说为什么，因为外耳道是非常常见的。像这种有穿孔的病例，我也见过很多，但是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咱不敢说这大话啊，因为毕竟一个人所见的病例毕竟是有限的，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真菌的病例，那么清理啊，清理了以后，涂药啊，这个时候如果用双氧水，那是很容易就把这个真菌的孢子啊、菌丝啊这些乱七八糟带到中耳里去的啊。这个鼓膜穿孔我观察了很久了，他也一直是工作忙啊，当时就说好有时间要把这个穿孔补上。最早他找我看，就是因为都好像是年初吧，还是去年的时候，因为当时在这个出现了真菌感染啊，在别的地方治了半天弄不好，后来我给他弄干了，好长时间都没事了，最近是又有一点儿。下一步就是往上裱花儿啊，打药，把这个药膏打进去啊。抗真菌的药，这一粒好像应该也是派尔松吧。因为这种真菌感染。挺有意思啊，原来我是觉得老觉得派尔松里有激素，所以对使用派尔松非常有点别扭，但实际上观察了这么长时间，效果真是还是不错，比单纯使用这个达克宁啊控制的要快，当然是不能长期用啊，这是很明确的。这个激素的外用药在耳鼻喉科啊，除了鼻喷剂以外啊，像这种软膏类的激素都是不能长期用。这个是我今年年初啊做的一例胆脂瘤啊中耳胆脂瘤的病例，做完了以后啊出现了一个反复的真菌感染，我放过他几次清理啊。最早这个往外耳道里用细管往里注入这个抗真菌软膏，就是因为这个病例。因为当时他这个术腔实在是太宽了，以前都是拿什么棉签啊。这个病例我试过好多方法啊，结果就折腾了很久，老是不太好。后来就通过打药的时候啊，把它真菌控制住了。他这次来是局部有一些干痂啊，而且有些死角的区域，原先剩余的这个。真菌的这个菌毛啊，大部分区域已经都干燥了。
这个是在我们这儿做二次手术啊，第一次在当地做的不成功啊，没有干耳，反复的流水流脓啊。第二次我们重新修正了一下，把这个术腔再次清理，但是没想到出现这个真菌的这个情况啊。那这个真菌下的这个术腔都是比较清洁干燥的。最早这个病例啊，我也打过达喀宁，但是控制不理想。后来打了一次这个，后来就改成了用了派日松啊。所以我们医生在经验的积累啊，过程当中啊，也是不断的在摸索。每一个患者他可能适用的药物啊，适用的方法都是不同的。这种开放式手术呢，就需要定期的清理这种干痂啊。原来的这个，当时最早刚做完手术，最早几次回来里边全是那个郁郁葱葱的白毛，哎呦我去，那真菌长的一个 happy 啊！这个是纱布啊，我现在镜头上是纱布，这个不是真菌的。局部还有一个储留的小囊肿啊，白色的。这个胆脂瘤当时破坏的是非常的严重啊。白色的像个小珍珠一样的，这下方是它的鼓膜啊，原来的鼓膜，内侧是我们的听骨啊，去做操作就很麻烦了。这个病例要打这个软膏就会打的比较多，前方前上方有一个凹陷啊，就是比较别扭，因为当时我们手术当中是通过显微镜嘛，显微镜外道是整个切开的，耳廓也是切开的，所以在切这个前上方的这个区域还可以，就一个黏膜下的一个小囊肿啊。这个区域离面神经啊，离脑组织就非常的近，上方就是脑子。就整体干净了很多啊。还是清理完了，往里头打药啊。这个针管啊，不能说针管，这个信息的管特地拧了一下，因为像现在这个区域，当时是够不着，直的是够不着，它有一个角度啊，别在那儿。操作还是很拧巴的啊，不顺手。这个是我今年处理的一个比较
时间比较长的真菌了，这个折腾了有好几个月。其他大部分普通的外来真菌啊，清理完了，一般2周左右。这个病例前前后后折腾了，我印象将近小半年了吧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，我们周四再见。